这个错了，你就没法补救了。你的整个的透视的这个效果，它的角度就决定了成败。把这些过往，把这些经历凝聚到我的刀中，活动着生命情感，把它刻画出来，完成我心中的心愿。这是我人生当中最美好的一件事。 只要我还有一点力量，我一定不会放弃手中的我的笔跟刀，我会一直坚持下去。